下面请看被时差折磨的小高是如何录完这一段开场白的。大家早上好。Hello， 大家好。现在呢是纽约时间10:33，然后我在2个小时前刚刚起床。我6点钟才睡着，8点钟起床，这应该也是很多来留学的人通病吧。就是我第一天到，然后呢，我今天是第二天，昨天是天给我的第一天，然后呢就很难倒时差，就睡不着了，然后就会看手机，然后看着就看到6点，对，就看到天亮。长话短说，这个 vlog 关于什么的呢？就是关于正常留学生的一天的日常，的日常。What the fuck？ 再说一遍吗？我觉得刚刚不是很好，我觉得刚刚太不好了。等一下，在纽约留学的一天，我觉得这个完全比这个比刚刚之前的好太多。对，虽然我已经把我的房间打扫干净了，大家看，虽然已经干净，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活要做。买菜，我今天要打扫卫生，我今天要帮我搬东西，我今天要存钱，然后以及写面试题，差不多就是我全部的事情了。但是呢，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完，所以就请你们跟我一起过好这完整的一天吧。拜拜。在 Trader Joe's， 一个很火的牌子。鸡蛋在国外来说的话，跟国内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牛奶会稍稍贵一些，我不知道在国内是怎么听到大家都说牛奶会很便宜，但是并不是哦。Trader Joe's 不同于国内的超市，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 host， 就是有一个接待员，在每个人排队等待结账之前，他会跟你说你在几号，收银员那里可以结账，就是特别的有秩序。我觉得国内如果有的话，就会提高很多。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很耳目一新的东西。太好吃了，叫做 Han Dynasty， 这个地方特别好吃。我上一次一直基本上今天十几次，是我首选，就在 Brooklyn City Point 这个商场下面。所以如果在纽约留学的话，你们想吃啊，可以来拜访一下，这里真的很好吃。好了，去清东西了。好。Thank you.
shit， 我刚忘开机了，所以意味着我电脑也没充。What？Yo， what's up？ What's up？ 你知道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去哪了吗？去哪里了？我忘了17T的都。17T， 牛逼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是上班了吗？那我先休息会儿。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 今天的行程改成就是先是搬行李，搬完以后再回来买其他东西，和存支票。对 ，All right， peace， 我要继续搬家了。Eric 搬完以后的奖励，我请客，只有 rich people， someone like this 才能做得起。完毕完毕，你住的是这个第二个 B， 没有住第一个 B， 我住第二个 B， 你住的是 bad， 第二个 B 就是 bad。这个可以，以后就是说，对啊。Going to your main account. Do you only have one account? Yeah, only one. Okay. So, do you know how long we take? How long have you had your account for? Has it been more than a year? Yeah, it's more than a year. Then it would be one business day, so you should. Okay, sure. To my friends in New York, I say hello. My friends in LA, they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o, Paris to China, to Colorado. Sometimes there's airplanes I can't jump out. Sometimes it's bullshit that don't work.电魔术。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Did you hear what I was thinking? Did I talk way too long when I told you all my feelings that night? Is it you? Is it me? Did you find somebody better? Someone who isn't me? Cause I know that I was never your type. Much later. Joy, 对 Joy. 那边有啤酒。一定是我的。A few inches later. 哦，这个好喝。台湾啤酒。真的好喝，马泡男孩。哎，马泡男孩。妈，好了，放这儿，放这儿。我给你看一下，各种各样的味道。哦。跟石头一样紧。哎呀，我操，真的。哦，第一次用国内身份证买到的酒，开心。我就一瓶酒都要差过，他们是没满，我是七八九，差一点咱们回去就大意失江山了。我们那边拿到了气瓶器，我们看一下，这气瓶器长这个样子，很高级的气瓶器，很高级很高级。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开啤酒，等会我们去试一试，试一试。好了，回去再。晚饭。很好听。我可能要晚点。才能做出来视频，这就是借口，这就是借口。OK， 这一天差不多快结束了，我也没办法再录，再录的话就已经醉嗨了。所以，晚安，晚安。
sexy.